复仇。哦，机器手臂。哦，拿到录音带。看看怎样？1984，1984，我刚出生呢。The area ahead is under total Soviet control. Miller's been captive for 10 days. Not much time left. Storm passed.我们等一下前面就是有一个苏联的军营，然后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主角的算是好伙伴米勒，现在被关在里面。想法去找到他。
哦，可以。要观察一下周边的形势，然后再慢慢的攻进去，不能就是直接冲进去把全部给杀了。帅气的演技。心跳baby一个人，前进。是吗？这里应该没有。啊，这里一个，两个。
看看应该都有看到我要的敌人了，两个。这游戏呢，就是要尽量以不要被发现为主。慢慢来。关到厕所里好了。干掉好了。马儿，小白，小白过来。错了点。How about it? Can you see the village from there? Use the binoculars to recon the place.
刚看到有个人在那边走，在哪里呢？什么都没有。好，就找到了。应该是这一间吧，感觉这边人很多。我这有人。太大声了吧。Not a civilian in sight. The Soviets have taken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place.
93个。算了，不要了。OK。文件。因为我记得不是可以直接把它那个来这个吗？对啊，我记得不是可以把他们用那个飞伞把它载走。哦，枪，枪，这个没有灭音器，我不要。放好东西的。两个人。进钱人越来越多了。
其实我可以不用理他们，我可以直接，可以直接过去。对，其实我可以不用理他们。好，我走，直接走。我去。找不到我啦！我遇到小白。这有个东西也是什么？哦 ，Drench。先观察一下情况。哥，
那边有人了吧？都没人呐、啊。哦，这里的。看要从左边进去。试看。
很少哎。不许。睡着吧，睡吧。
着吧。忍者啊，Boss, watch out! It's the skulls. Don't let them find us. Boss, whatever that mist is, it's all around you. We can't see through it. I'm changing the RV so it's outside the mist. Get over there. The chopper will be waiting.Mistake. All right. Put Miller in.